好，我们现在恢复开会。我们现在请罗志政委员，8+2。麦克风再按一下。好，谢谢。补习开会吗？请部长。部长请。罗委员好。部长午安哈，辛苦了，中午没有休息哈。先感谢，也高兴你来接文化部这个重要的责任哈。因为不论从文化立国的角度，或者是从未来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来讲，文化部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我在谈到我要问的主题，就新北表演中心之前，想先请问一下，早上你在提到中正纪念堂要不要拆的问题的时候，你提到目前没有这个选项，对不对？目前嘛，目前还没有。那未来还是要面对转型争议的相关的调整跟配套。对。那未来我们期待说，让民间讨论先行。对。让民间多元的对话。那文化部可以扮演这个平台，我们让民间讨论，大家来凝聚社会共识。所以，部里面或是政府没有预设任何的立场，是希望透过民间讨论来达到一个共识。目前我们希望说，他民间讨论先行啊。那目前的确部里没有一个既定的方案。好、okay. 那但是我们也希望说，未来凝聚的共识能够在尊重我们的社会的这个一些价值的共识底下来凝聚这个共识。那我部长，我本席这边提供一个想法，看有没有可能列入你们的讨论方案里面。是，请委员。最近一直在讨论，就是说我们立法院的空间是严重不足的，要迁都啊，迁到台中等等。可是我们到很多国家去。美国、法国、英国都一样，他们国会一定有个很大的广场，理由很简单，那是人民的广场，可以示威抗议，而不是动不动就封济南路，对不对？所以未来如果可能的话，我觉得中正纪念堂对我来讲最适合的一个转型，就变成一个国会的殿堂，那个广场10万人抗议都不是问题。对，我部长，这有没有可能列入我们的思考的方向？这个我的想法也很有创意哦。那我创意，我觉得可不可行嘛？也有我想我们不排除任何方案哈。那我刚提到说，在社会讨论里面，我们有几个面向，包括多元的历史记忆，那么包括台湾民主化的这个价值、民主自由的价值、人权的价值，那么也包括整个都市计划。对。啊，这个我们整个都市计划的思考。没关系，部长只要承诺一下，就是说希望社会广泛的讨论、多元的讨论来凝聚出最大的。所以这是种可能性之一嘛，哈。事实上，以前在立法院，我知道很多媒体从都市计划的角度也讨论过。从都市计划的角度，刚刚也有委员提出说，作为故宫等等， okay, 我想会整体从各个面向，我刚谈的历史、民主的价值，以及这个都市计划全方位的来讨论。谢谢部长，好，我们列入可能的思考方向了哈。那个部长，欢迎到新北市来上班哈。这个文化部在新北市。对。不过下午我已经进去部里开始批工了。我知道，新北市对你来讲可能比较遥远一点点哈，但是我特别讲，新北市对很多民众来讲，离台湾的表演艺术真的有点遥远。新北市现在是6都里面唯一没有中大型的表演设施的地方，1500席以上，连桃园都有了。那个扩大可以到5000人了哈，那个表演展演中心了。那个主席，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哈，跟我们新北比起来哈，我们最大在750席啊，在板桥的表演中心了、啊，所以新北的确缺乏一个大型的展演中心。可是我们知道，新北人口将近400万，是这样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竟然没一个大型的表演中心，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惜。想请问一下，我们新北表演艺术中心，或者是过去的大台北新剧院，现在进度怎么样？新北表演中心啊，部里面有把这个计划哈，这个送院哈。那么有来回过修正哈，那最新的进度是这个已经跟新北市政府签约了嘛？行政院已经核定签约没有？我的掌握讯息好像已经签约了。签约哈，就委托新北市政府签约。那下个月会举办公听会，对，好，所以签约跟社会各界的意见还是 BOT 案，对不对？对，还是行政院核定的是 BOT 案。那部长你了解，在之前从1993年开始推动，曾经失败过一次，重新再拟定一个新的计划，失败的原因何在？好，这一点，这个整个历程，可不可以让我们的司长跟委员来做一个说明？司长比较了解来。跟委员报告，主要是在这个1995年那时候评出这个日盛生活科技啊，那因为它住宅的这个比例过高，所以当时没有审查通过。那曾经在报行政院2次修正为说政府自建。或者是说以补助两厅院营运剧院的这个方式，对，这两个方式行政院也都不同意，所以自建或者用补助的方式都不同意嘛。最后定案什么？最新这个版本还是回到 BOT 案，BOT 案，而且政府不出资，
这个完全这个又 BOT 案不足，我现在问的是，那这个 BOT 案跟上一次大台北新建 BOT 案的差别在哪里？上次第一次也是 BOT 案呢、啊？我们开放了这个住宅的这个方案，所以最主要的、哦。这是100年新北市政府都委会通过30%的这个住宅方案。对了，换句话说，总体来讲，楼地板面积本来是8万多坪的，本来是6万多坪，第一次的计划是6万多坪，现在改变计划之后变成8万多坪，对不对？楼地板面积增加了。市长，我的资料都有了。对。好、哦，第一次的计划示范的计划是6万多坪的楼地板面积，现在增加了到8万多坪楼地板面积，对不对？好，增加面积了。重点来了，住商的部分还有剧院的比例，剧院的比例现在大幅缩水，楼地板面积增加了，可是我们剧院的比例这个坪数从原来的8467坪减为6564坪，现在整个基地楼地板面积住商半，总共占了83.6%，而剧院只占了8.19%的楼地板面积。你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来增加企业的诱因，对不对？来筹资 BOT 案，对不对？对，是。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引爆未来社会的反弹？类似一个大巨蛋这个缩影。因为要这个政府不出资，要财务计划。我知道嘛，大巨蛋是这么说的啊。部长要小心，这可能是不定时炸弹哦，踩到地雷哦。因为这个案子是在前政府通过的核定的案子哦，这个案子现在通过了。从我们新北的角度来讲，绝对希望大巨蛋或者我们这个新北的这个大这个剧院啊，能够如期的完成。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增加了楼地板面积，最后全部转嫁到了企业的身上、大财团的身上，要不要小心一点？是我先之前有看过相关的新闻的报道，社会有提出一些想法哈。对。所以这个据我了解，部里同仁正要召开公听会。对。我们下个月会召开公听会来再次聆听社会各界的意见，对，那我也会来进一步来了解。我只要提醒啊，现在这个社会的氛围对于很多的 BOT 案，尤其是大量的让利给财团，然后这个所谓的楼地板的面积还是我们剧院的面积比例不断的缩水，这一块可能会让这个氛围更加的弥漫，认为政府在让利财团。是因为社会有这样的疑虑，所以部里会召开公听会，我会进一步来了解。那另外哦，我也了解到说去年12月促参法进一步修正了、啊、哈，那增加了29条哦，包括强化公益目的的机制，所以促参法有新的版本，所以我想我也会就新的版本促参法哦、啊、跟相关财政部的单位来研究评估，重新再来评估。简单讲，我只向文化部抱持一个立场，是哈，你们不是盈利的单位。好，但是我们希望企业界在经营这个东西，能够让它不至于这个完全没有利润可得，那这个它也经营不下去。但两个之间如何求得平衡，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促参法也有新的修正，所以我想因应这个新的修正，我们也是一个机会再来跟财政部来讨论。所以部长，我们希望你任内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成果出来。文化部在我们新北市，给我们新北市一个大型的剧院，能够增加我们义务人口的一个。这个休闲的或者是欣赏的一个空间。好，我们会积极周全的来推动。部长，您知道文化观光也是文化产业很重要的一部分。您知道台湾最大呀，会最重要的人数最多的文化观光景点在哪里吗？请委员指教。故宫博物院是其中之一啊。故宫博物院，对对。可你知道故宫博物院没有捷运，你知道吗？是。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敢想象，这么重要的文化观光景点，竟然没有一条捷运，连轻轨都没有。对，我是不可思议的。你看美国大英、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罗浮宫都是捷运可以到的地方啊。对，所以它交通一直是它一个限制，没有错吧？对，所以交通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像我们动物大学每天门口7、8点通通是巴士啊。所以这个社区就承载很大的交通的容量。这一点我们是希望，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把文化观光做一部分的话，我们一起努力，希望我们交通部能够协助交通问题的改善，包括捷运的部分。其实当时也因为交通的限制，所以故宫在推动大故宫的时候，在教委会很多委员就会有所保留、啊、对，那所以未来我想我们基于促进整个国际连结、啊、
它是我们国内重要博物馆，虽然不是文化部主管哈，它有这个故宫博，这个故宫博物院有它的院长哈。那但是我们会积极跟故宫还有这个交通部、台北市政府来进一步讨论。简单，我们希望部长这边好好检讨一下，因为我们重要的一些文化观光景点，它所面临的困境跟难题在什么地方。然后如果需要跨部会来解决的话，我们一起来努力。对，我们也希望说用文化来提升整个观光的内容跟它的附加价值。部长也需要出版一本文化地图、观光地图，是好好让我们外国人或是我们国内民众知道。其实包括我们国人也都需要有文化地标，没有错。所以准备设计一个比较好的、精美的，乃至于全世界唯一的、最特色的，这是你的专长了哈。文化观光地图，让台湾文化成为重要的观光吸引力之所在，好不好？好，谢谢委员的指教，谢谢。好，谢谢部长，谢谢主席。好，我们接着请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我们请管碧玲委员。谢谢主席，我们请部长。好，部长请。管委员好。部长好。很开心在这里，质询的对象是你。也很庆幸我们国家未来会有一个非常值得令人期待的好部长。我首先是替年轻朋友要问你一个问题，我本来不会考人家的事，但是呢你今天早上答询业务报告完答询不久之后，本席就接到一通年轻人的电话，我也不认识他，他叫我要考试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他们都很认真的在期待新的文化部长，然后很认真的在看今天早上的答询。好，那他们有听到你提了一个词，他们觉得很振奋，可是呢又有点怕，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他们很希望说，如果真的部长连他们最关心的这个事情你都懂，那真的是有希望了，这样子。好，所以这年轻朋友叫我说要问部长哈，你有提到要培养人才的时候有提到 ACG 产业，对。然后这个朋友要我问部长 ，ACG 是什么字的缩写？这个我们这个 ACG 啊，指的是这个我们是法文，我都讲 animation。Animation 是法文发音啊，哦，所以部长比较了解的法文是法文啦，啊，跟 game，就是，三个产业 ，animation、comics and game 嘛，game 对，主要是动画、漫画跟游戏产业，对，是吗 ？Online game，那我想你应该过关了。好，那个动漫产业是很年轻的一群朋友们，他们非常关心的，我们都知道简称为 ACG 的，是 ACG 产业嘛，哈，好，那这个是替人家问的哈，那接下来我要。展现哈一个道具，这是一个日本制的茶壶，这个茶壶很美，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今天带来的第一个道具。我们看一下哈我的 PowerPoint 哈，这个道具啊，这个壶，跟我下一页哈，下一页要给大家看的这个螺丝，这是一个永不脱落的螺丝，这是一个茶壶。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个共同点在哪里？猜不猜得到？这个不好猜，对不对？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永不脱落的螺丝呢？这是 Hardlock 公司，日本的一家非常知名的，全世界所有的各国各先进国家，包括德国、美国、英国，包括我们台湾的核四、我们的高铁，还有非常多的飞机。当这一些非常重要的设施，他们需要他们的螺丝是永不脱落的螺丝的时候，全世界唯一的专利就要跟他们买这个永不脱落的螺丝。它跟这个茶壶有一个共同点，我们来看，它是永不脱落的螺丝。这个茶壶呢，是一个盖子永不掉落的茶壶，不会掉，不会掉。他们共同有一个优点，有一个功法。他们的功法哪里来？你看到这个壶里面非常不着痕迹的用了一个什么概念？用了一个卡榫的概念，用了一个卡榫的概念在里头。
而这个永不脱落的螺丝为什么可以不脱落？它也用一个卡榫的概念放在双螺帽里面，然后当你把它扭转锁起来的时候，卡榫会跳出来以后成为永远卡住的永不脱落的螺丝。而这个卡榫的概念哪里来？是从日本的传统建筑的鸟居里面的卡榫，传统建筑的智慧，对，给我们哈拉克这家公司的老板给他启发。有一天他就在自己的故乡从小看到大的鸟居之中去看到那个卡榫的时候，让他想到要把它用在螺丝产业。结果这家公司它成为全世界非常独特的一家永不脱落螺丝的公司。而我们刚刚看到的瓷器，它是如何的细致，它是如何的优美，而螺丝它又是一个工业建设的技艺，这两者竟然有一个共同的工法，共同的来源。那个来源是什么？就是一种传统的工法，是它就是一种文化。而这个文化它之所以可以被人家应用，应用到可能日本人的祖先他们在采用这个建筑工法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们后世的子孙会把这个工法用到哪里去。那个应用的想象跟创意的发展，创造力的发展是无止境的。而为什么这个工法会让他们广为运用？因为他们有被流传下来，有被保存。当你历史现场被保存下来，是，而且经过不断的再认同、创新、再发现的时候，就会带来创新。是，所以这一点呢，本席在这里跟您分享。其实我们文资法修订的时候，我相信你也很熟。虽然这一次文资法的修订，你已经被任命为部长，所以你不在现场。可是我记得当上一届提这个文资法的时候，你跟本席是共同提案人。对，所以这一部文资法在它通过修法，有非常多的创建成为事实的时候，交在你的手中，你办事我放心。我希望文资法保存我们国家文化资产基本的精神，能够在你的手中被充分的体现。历史现场保留下来，它能够给后世的子孙什么样的启发，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它无穷无尽，它会如何的被利用，我们不知道。所以今天，本席希望部长还是极尽全力要去解决台北机场的问题。是，你看台北机场它保留了多少的工法，而这些工法在台湾不被重视。譬如说它的圆形转盘，我们看到中间这个圆形转盘，大家如果去箱根旅游，你们去坐箱根的种种的铁路小火车，或者是它的电动，爬山的这个电动火车之外，你们一定也会坐公共汽车。可是箱根的羊肠小道，高山峻岭里面的羊肠小道可以有公车，不需要有旋转的空间让它回转。其实箱根的旅游，你就可以看到日本的公共汽车在羊肠小道里面，他们还大量的在使用这个圆形转盘。而圆形转盘它在我们的台北机场就被用来作为有限空间，一个大量体的车体，它必须要在不同的厂房里面进出旋转操作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设施。但是这个设施我们如果没有把它保留下来，我们如果没有从教育的过程让所有学工的孩子，他们在这些学习的过程当中把它当作工业技艺的一种学习的殿堂，如果没有经由这些过程，它不会深入人心，它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在应用跟创造的时候信手拈来可以使用的工具。所以部长，台北机场这件事情，本席希望部长能够尽快的予以解决，好不好？不管是有偿或者是无偿，政府是一体的，如何解决台北机场的未来，我希望这是本席非常重视的，希望部长你能够尽速完成的一个任务，好不好？好。另外，我要肯定部长今天提的文化汇报，它是我期待已久的。当国家的部会步步是文化部的时候，国家的文化生成才真的有落实的一天。所以在文化汇报当中，我希望部长展现您，
您的社会声望其实就是你非常有力的一种权威，这样的一种权威跟分享在各部会里面让文化汇报真正成为能够有具体成果的一个平台。其实跨部会有太多事业，有太多的业务都跟文化相关。举一个例子好了，譬如说跟教育部，我们的高等教育绝对不要让它过度的资本主义化。我们的高等教育如果太不重视，譬如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的高等教育如果太不重视文学，如果它只重视产业，如果太不重视文学，我们的电影就没有期待。台湾的电影到今天已经濒临死亡，我觉得它的精神需要寻找非常重要的文学的元素进来。剧本是电影的基础，而剧本的来源是文学作为它的基础。而如果文学在资本主义化的高教思维当中，那文学的科系在大专院校里面逐渐的被边缘化，是在价值的选择当中逐渐的失去学子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家没有文学，是国家也不会有电影，也不会有其他的文化产业。所以这一点我很希望说能够真正的去落实文化汇报，好不好？ 好。那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恳求部长最短的时间让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能够真正的动起来。目前还没有动起来，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执法的完备性还不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地方政府的自治条例还没有完成。本席很希望文创发展法它里面有非常好的工具让我们的文化去深耕，让文化人能够找到重要的资源。所以本席希望部长限期推动，希望各地方政府对文创法能够推动完成自治条例，好不好？好，好不好？好，最快的时间内希望来推动，好，好不好？好，一年内，好，我们全力推动，一年内哈，好，谢谢您哈，祝福您，谢谢光委员深刻的分享，谢谢。我们接着请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不在，请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请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我们请邱志伟委员。啊，八加二啊，喝杯水啊。你很认真哦。对，谢谢。谢谢赵伟。有请郑部长。部长请啊。邱委员好。部长，今天来教育委员会，心情非常愉快。回娘家。对，事实上是来跟部长您加油打气。啊，刚刚早上看您的这个询答，不管你对政策的了解，对文化施政的愿景，答询技巧，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也期许，我也相信你绝对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杰出的文化部部长，一定比历任的文化部长一定会做得更有声有色，把台湾的文化水平、文化建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境界。是我本席对您的期许，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那几个问题请教一下，跟部长讨论一下哈。就每年大概文化部的预算大概165亿到170亿。对，大概是这种规模了哈。对，那当然不到 GDP 的1%，总预算不到总预算1%，不到总预算1%，大概0.7、0.8，0.8左右。那我一直觉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说文化立国，你没有预算，对，没有经费，你就没有办法推动各项政策。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你看国防部这个每年有那么多的武器采购，那武器采购它有时候装备又没有办法维修好，比方说一台幻象战机就要20亿，八台幻象战机就相当于这个文化部一年的预算了。那我们期许说，在文化部的预算能够在法制上面能够加以保障，就像我们之前在教育委员会所提到的这个教育经费编列管理法，我们是不是也是不是能够立一个文化预算或者文化经费编列管理法，
逐年来提升一定的比例，让这个文化部的预算能够最起码在中期的目标能够达到这个总预算的1.5%，但是长期的目标能够到2%，那这样就 double 了嘛哈，所以这样子你才能全方位的推动这个文化施政、文化建设，否则再多的愿景、再多的这个建设，如果没有预算的支持，我想这个都是事倍功半的。啊，您同意吗？谢谢委员的这个问题啊、哦。我想最短期的哈，我会立刻争取明年的概算。对。啊、哦，希望说明年的概算，文化部的预算它可以实质的增加啊、哦，因为的确现在的预算是不足的。过去我担任委员的时候也是这样觉得哈、哦。那第二，我会建请行政院成立文化汇报，我们用同心圆的概念，部的预算实质增加，但是也希望诚恳的邀请跨部会一起来合作，让相关预算跟文化预算可以发挥作用。不，您是说文化经费可以编入到其他的部会里面？因为我们有一个文化部的预算，政府也有文化预算，有些部会有其他相关的文化的支出，那乃至它不是文化支出，但是在施政的时候，希望能够有文化的一个内涵跟思维，以及跟文化部能够来相辅相成哈。所以我们有建请行政院，希望可以成立文化汇报。但国家的财政是很非常同心圆的概念，对，对国家的财政非常这困窘哈。对，那我们希望能够借着法律的保障，能够逐步的突破，就是在既有的现状，我们就要来突破哈、嗯。那刚刚委员提到的是说，长期文化预算的比例要不要有个保障哈？那我们有提出说，希望一年内要制定文化基本法。那所以在法里面如何对预算做安排，有没有具体的目标，我想我们会很愿意跟教委会，我们跟立法院大院来做讨论。不是、啊、那个文化基本法是个大法，根本大法，对，所以他如果短时间通过也许有他的困难度、哦、那我觉得文化经费或文化预算编列管理法，我们把这个文化预算每年度以5%的这个方式来成长，就说明年度预算比今年度成长5%，5%的话大概也是2-3亿的规模了哈，所以逐步的成长，从法律上做一个保障。我觉得2-3亿，从主计的观念，从国家财政的观念，对文化部是很大的帮助，对整体财政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冲击。如果你既然教育经费可以用立法来保障，我觉得文化预算更有这个急迫性，可以透过立法来保障。是用文化基本法，或是说有个别的法律，它是一个方法。但是我想委员的用心跟目标是说，我们希望让文化预算成长哈。所以是不是委员给我们回去再做思考啊？因为我提案已经写好了。提案已经提出来了。我觉得提案正在写的差不多了。因为要用什么样的法制的工具，可能文化部我们需要跟财政部啊。跟行政院来做一些讨论啊，那所以短期内，我想我立刻努力说争取明年实质概算的预算的成长，是但接下来法制化的安排啊，那法制安排里面文化预算该如何来保障？嗯、是不是委员给我们一些时间啊？我们来跟相关单位来会商，是看是透过文化基本法，或是说有其他的可能的这个方式。另外一个问题想跟您讨论，就是说有关于这个阅读率的问题哈。在全民啊，这个老中青啊，不管是老年人、青年人，或者甚至国小学生啊，是3-4岁小孩，我们都在看书，但是看脸书啊、哦，大家每天都看书，但是看脸书，看纸本，就是你又看很多电子书，当然有这个对视力会造成影响之外啊，我觉得对纸本的阅读，如果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国人平均每年阅读大概是纸本书籍哈、哦，只有2本。日本是30本书，所以日本的这个出版业还是非常维持它的一个平稳的状态。但台湾的出版业啊是每况愈下，所以就是大家不念书，没有阅读习惯，不阅读纸本的书籍，所以造成说出版业受到很严重的冲击。那国人的知识，这个普遍的这个知识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哈、哦。所以如何去提升这个国人阅读力，这个很重要。有没有什么诱因？有什么机制？让这个阅读率从学童、从这个年轻人、从大学生，甚至从这个老年人，像在日本看到电视上，大家都是人手一本书啊，啊，这在英国也都是这样子。但我觉得台湾的这个阅读率每况愈下，这问题文化部有没有正视？我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提振这个国人的阅读率？是这个对于我刚在施政报告中，我们对于出版产业的这个提振里面有提到说，提升阅读是我们主要的方向
透过提升阅读啊，那么甚至带动购买哈，那来提振这个出版产业哈，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路径哈。那同仁也告诉我说，过去文化部在阅读风气的扶助上面，它有很多的措施啊，那么包括补助阅读推广活动、全国巡回的书展、推动文学跨界、无障碍阅读推广等等哈，或推荐课外读物哈给我们的中小学的学生哈，以及诗社还有辅导独立书店，让出版文化有多元多样性的发展。好，同仁有做了相当努力，但是我想我们对于这个出版产业，我们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提振，因为我也注意到说，其实三年内出版产业从300亿哈也下这个衰退到200亿，这个所以提升阅读会是我们最根本的。对，国家竞争力跟取决于这个国民的知识力跟学生的学历了哈，力量的力。所以当然阅读是一个提升竞争力跟知识力跟学历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哈。那你看日本可以做到30本，好，平均每个人30本，连中国大陆连中国可以到平均4.6本，我们才只有2.8本哈。所以这个是主计处给我们的资料，那么认为是不是有更积极的作为？好，有一个设定一个目标，是不是用这个租税奖励啦，或者用所谓的文化消费券或者图书消费券？实际上，这个不是台湾才有做或者在思考，事实上巴西已经上路了。巴西他这个文化部啊，为了这个让稍微经济能力比较低的家庭跟学生，他们能够购买他们的书籍，参与他们的这个文化活动，去做他们想做的这个文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作为，他们给一个储值卡，好，但是你要去申请了哈。但你有门槛，不是全部大家都有哈，不是人人都会讲。你有一定的门槛，有门槛之后，你去跟学校啦，或跟这个文化单位去申请，然后他给你一个储值卡，也许大概一年给你500块或1000块啊。这个我看这个巴西蛮多人申请的，他可以把这个储值卡，你要去买书，你去做文化的消费，参与文化的活动。我觉得这一方面，你可以提升这个这些相对于经济能力比较差的家庭或者学生，有更多的能力来参与文化活动，或者买更多的书籍，充实自己的知识，也可以提振相关的文化产业。我这部分，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去思考？好，跟委员来报告，在我们的施政计划里面，来推跟教育部合作推动文化体验教育，是我们重要一个计划哈。那么包括提升阅读，包括影像教育，包括表演艺术、视觉艺术哈的这个相关的教育跟体验哈。那我想或亲近这个 MLA 哈，所以都会是我们的一个方式之一哈。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从小做起，对，我养成阅读的习惯。这跟消费券是不一样，消费券是全民都有。那你刚提到的有关于有一定的门槛，其他的像包括艺文券等等的这些政策，是不是委员能够让我们有一些时间，我们整体的来思考研究，我们可以用示范，然后针对一定门槛的家庭或者学生，先提供这种储值卡，让他们可以做艺文消费。然后对于比较弱势哈，社经弱势哈，或者说在城乡的这个落差上面呢，优先有一些推动的对象，我想这个是不是让我们来搭配文化体验教育整体思考？这个主席，我今天难得来哈，我再30秒钟哈。这个在最后一个问题，请部长，这个我觉得那个 Manbook 他最近公布得奖者是韩国的一个作家，韩国的作家，他写本叫《素食者》，很难得有这个亚洲的作家得到 Manbook 奖哈，所以怎么样提振台湾的这个文学的这个台湾文学的世界的能见度，让台湾文学能够登上这个世界的舞台啊？我觉得这一定要有方法、有步骤、有策略的哈。像日本文学，这个可以发行30-40国的语言，啊，那我们台湾的这个文学作家非常优秀，但是他就没有机会登上国际舞台，他没有那种管道，也可能也没有那种这个经验。是。那怎么样让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登上国际舞台，是可以得到国际的大奖？除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外，啊，法国你知道，法国是最著名是巩固奖，然后这个英国就是这个 Manbook， 我觉得这个部分。
文化部是不是有一个相关的对策来提振台湾文学在世界文学艺术的创作是文化的核心、它其实是一个整体、如果当我们自己都不认识我们的文学，不了解我们的文学，世界为什么会认识我们的文学？所以我想我们会整体的来思考跟推动，先有个台湾文学向下扎根计划，向下扎根、然后带动文学继续创作源源不绝的活力、提升阅读，那么进而跟国际连结、包括各种、这个转译翻译的工作来推广介绍，我想它是一个整体、真的是必须从我们自己生活里面开始做起。从你的寻答我看到我台湾文化的这个新气象，也看到台湾文化的新愿景，谢谢。谢谢，谢谢委员鼓励。笑得很璀璨，人气很旺，还没有咨询完毕啊。严宽恒委员不在席，徐增卫委员不在群，简东明委员不在群，姚文智委员不在群，李燕秀委员不在群，黄伟哲委员不在群，王惠美委员不在群，李坤哲委员不在群，陈欧珀委员，8+2。谢谢主席啊，请邀请郑部长。陈委员好。啊，部长好，首先恭喜部长荣任我们文化部的部长。这个也是新政府呢，我认为最大的亮点就是请郑丽君委员呢担任我们文化部的部长。所以啊，本席呢，对于这个。过去您担任委员期间呢，你所关注的文化议题呢，我也希望说一起来关注了哈。那也希望透过你现在有执政的机会呢，让你所关心的文化议题呢，能够一一来落实。那本席对你有很多的期许的哈。那首先呢，让这个部长了解一下，其实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啊，在重大的经济活动或者是建设其实是蛮偏差的，重西轻东，重北轻南，重本岛轻离岛，所以呢东部跟离岛的这个乡亲呢，他们就业、就学、就医相对的困难城乡差距的结果贫富悬殊，但是再怎么样教育跟文化这是不能 有差别的，所以本席呢期待说，过去这些不受重视的这些偏乡，包括东部跟离岛，是不是可以由我们文化部来做起？柯文哲市长也讲过啊，要改变台湾由台北市开始，要改变台北市由文化开始。我相信部长你也知道哈，我们宜兰县。过去到现在，以资讯、环保、观光跟文化立县，那所以在文化这方面呢，已经变成我们县民大家共同的期待。所以不止我们在各项的文化建设我们重视之外，我们更期待未来我们宜兰的中心文创园区呢，在中央部会大力的协助之下呢，我们由政府呢来。做后盾，中央政府做后盾呢，积极来支持地方政府，来好好的落实中心文创园区的开设。那我想这个部分议题蛮大的啊，这个今天呢就不要求部长回答啊，改天我再请部长能够提供给我具体的资料，好好思考一下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要跟提醒部长哈，其实。台北市现在有很多的公立的博物馆，部长知道大概有几个？台北市对，总数量啊，总数量我现在那宜兰有几个？是不是我们同仁也没有数字可以给委员？还是请委员指教？ 我请同仁给委员数字。台北市呢就有56个公立的博物馆，那宜兰呢？公私立嘛，委员指的是公私立，那宜兰只有13个，但宜兰的部分大部分都是自己的。
啊，大部分都私立的了，私立的，对，所以整个这个在文化的资源的分配上是不均匀的。我想这个部分刚刚提出来的，就是让部长去好好思考一下，让整个文化跟教育的部分呢，能够是台湾呢啊这边能够均衡的发展啊，因为地方有地方的特色的哈，我觉得这个部分呢，也应该让我们这个文化部呢来主导这样的一个资源的分配的哈。那过去到现在呢，哈，我们宜兰县也有这个好多很有成就的啊，也是受到我们这个全国大家肯定的人物，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黄春明先生呢，对，那我在这里邀请部长哦，在这个礼拜啊，拨空来参加他那个红砖屋白果树的一个开幕典礼，啊，看看能不能拨空来参加哈。我不晓得他们邀请你呢，不过我是竭诚邀请你来了解一下，哎，真的非常在地方上为我们地方付出很多，也需要文化部来支持跟鼓励啊。那当然还有哈，像今年我们的个文艺奖的得主庄进才先生，他是这个北馆的老师啊。对。本来这次的国庆的庆典里面，我有联络过我们的民进党中央党部了，看看是不是能够以北馆哈啊这个台湾的地方戏曲呢，作为表演的一个项目。那很可惜比较晚啊，比较晚，所以这个我希望说这个啊部长啊，对北馆哈，这个跟歌仔戏一样哈，都是我们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地方的特色啊，这个戏曲的文化，这个应该呢啊加以重视的哈。那比如说台湾现在都没有一个北馆的戏剧团啊，或者是一个演出的固定的馆，那事实上这个在我们依然是大家蛮向往的哈，希望能够成立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好像只有京剧在推展，或者是豫剧在推展，很多这个传统的东西好像都不见了。哦，现在台湾现在北馆的部分大概只剩下宜兰。啊，刚好今年国家的文艺奖的得主是我们的庄进才老师。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想说也请那个部长主动的深入去了解，啊，了解哈。好，那我再跟部长这个建立一下哈，我们。文化部在鼓励青年留乡跟回乡啊，还有这个高龄人口文化进用的计划，这两个是我们文化部现在在积极推动的。那我想针对这两个具体要推动的计划，也没有实质上的一个做法。我想请教部长，是不是能够好好的这个让这个两个计划来落实？那这个计划，这两个计划落实的话，是对偏乡来讲哈，是有很大的一个鼓舞作用了啊。所以我特别提到说，这两个计划，部长不晓得有没有想法？好，是因为在我们的施政计划里面，我们希望说跟教育部合作哈，来带动学生的文化体验教育。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很多国家对于英法族哈。那么他也有这个鼓励高龄人口的文化禁用，是一起进行的哈，因为所以包括学校哈，那么包括未来的我们的长照的机构或很多的社福单位，好，其他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领域哈，能够来促进这个学生孩子以及我们长者啊他们的一个文化体验跟文化禁用。所以我想我们会一起来推动哈。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种的可能对孩子的部分也许有更多的这个文化体验的教育的方式哈。那对于这个长者在他们的空间或者说一些社福机构哈或长照机构，我们如何让公共艺术哈，那如何让我们的这个更多的艺术的创作可以进入这些空间来分享哈，包括这个不管是影像或是视觉艺术等等哈，或阅读我想我们会进一步再提出具体的这个计划。这个是属于如何推广长者跟年轻人的一个舞台了，文化禁用，对。所以本席在这里有两点建议哈，第一点呢，就是说除了在地居民呢集体经营社区，串联各种地方产业组织与产业之外呢。另外应该主动来创造就业的机会啊，例如我们跟地方的博物馆能够结合办理参展啊，那或者是推广在地文化特色等活动，我相信可以增加很多的就业机会。
对，包括这个刚讲的场馆哦，其实包括我们有很多大文化设施也即将落成开馆哈，我们都会希望说能够更鼓励学生跟长者能够来禁用这些文化设施、文化资源。对，在宜兰县有一个博物馆家族啊，其实适度的博物馆系统，对对对，适度的补助他们经费，我相信对年轻人比较愿意回乡或者留乡在那边服务的哈，这个是很大的作用。另外，对长者的生命的传承哦。我认为应该可以参考说故事的方式了哈，打造城乡深度的导览，由这些长者来当这个导览员，那这样的话不但可以传承生命的经验，也能够传承在地的故事，这一点我想说建议委员的建议非常好，我们会来怎么样看融入我们的计划里面。最后一点呢是跟我们传艺中心有关系的哈，因为前阵子也有个新闻呢那好在我们反映之后，传艺也有适度的回应，也跟县政府做充分的沟通。那我一再强调，其实，蔡英文总统呢，他一再说新政府绝对是最能够沟通的，的一个政府。所以如果跟地方政府的连结跟沟通，这很重要。是。不要说这个突然有个政策出来，地方政府也不知道，包括我自己也不知道。那个政策是很危险的我想。我们不希望说这个新政府呢，这个再发生这样的跟地方意见不一样，造成地方上的困扰，到最后证明是我们地方呢，我们中央呢部会呢自己不对，我认为这样子的话是欠缺沟通了。对于传艺中心这个委员的关心我有注意到我们林聪贤林县长他这个在519跟很多长期推动传统艺术的先进们一起召开记者会，那记者会后我就立刻打了电话给林县长，好，那虽然我还没上任，但是我还是打了电话给他那也表达说我了解大家的想法那未来我们的确是会这个广纳社会各界意见不会偏废在宜兰这个传艺中心他原来该扮演的这个角色，包括典藏研究推广以及人才培育它的这个功能，我想我们会非常这个用心的来维系它原来扮演这个角色，甚至要更积极的来发展它的功能。好，谢谢部长，我们对你期许很深了哈，谢谢，也希望你常来宜兰，谢谢，谢谢。好，我们接着请林俊宪委员。谢谢主席，本席邀请郑部长。林委员好。部长好。部长，今天上任，部长在我们委员会的答询，我想让大家都看到部长积极认识，想要有一番作为的一些决心，因为我看了你的施政报告，这次。我比较几个新任部会的施政报告，我在这边要肯定我们文化部的用心文化部的施政报告有40几页，而且是最早就送达各委员的办公室。我在上个礼拜五，当大家都忙于关注于新政府就职的各项庆典活动的时候，我们在礼拜五就收到了文化部的郑部长的施政报告。那我也看到了部长的报告里面写得非常详细的，而且也很具体，这个应该要给文化部肯定了。谢谢委员的鼓励我这边要特别谢谢我们洪前部长因为他在交接期间带领我们部会同仁跟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深度的交接所以我们不仅让我了解业务那么同仁也都主动的把先前我们的文化政策白皮书还有我们陆续对社会表达的一些未来施政的理念都尽速的融入整个部里那么很快速的来提出我们的施政计划，我要非常感谢洪前部长。好，但是呢我要指出，就是在这份施政报告里面没有提到一个相当重大，那也最近引起关心，我要延续来跟郑部长讨论新北表演中心的 BOT 案。那这个案子被外界称呼为大巨蛋的翻案，另外一个大巨蛋的翻版。在这个案子其实进行多年，
过去呢，他曾经被监察院给纠正过，我不晓得部长知不知道。这个部分是表演中心啊，过去被监察院纠正的理由，就是建设计划跟土地被，就是说跟土地被拨用的利益啊，有不同的地方。原本他既然是做一个表演中心、剧场，那么应该以文化为主要的考量点。但是我们比较啦，这个案子最后啊，所谓的从大台北新剧院的原始规划，到最近的新北表演中心，其中有一个不同啊，就是大剧院的席次啊变少了，从2000变1500以外啊，更特别的是它增加了商务办公设施和住宅用地啊，大概多了67000坪。如果再加上要作为创意产业的空间啊，还有6500多坪，一共有70000多坪的土地啊，可以作为商用。那这个案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其中啊，主要的失利啊，是来自于新北市的。我要跟郑部长探讨这个案子啊，这个案子是当时新北市的副市长许志坚，他强力的啦、啊。运作文化部要变更原来的计划，那这个变更的计划，其中最主要啊，就是让这个原本应该是文化剧场的开发案啊，增加了商业使用、住宅开发，那么他就必须要来变更他的都更，放宽都市计划的管制啊。结果想不到哈，我们文化部在当时啊是完全的配合。文化部呢也立刻啦跟这个案子的规划顾问公司，就请这个顾问公司呢啊来变更原来的案子。那许志坚副市长啊，他后来也上了新闻，因为他牵扯到了好几件的弊案。那牵扯的弊案啊，这位副市长他通通用同样一个方式，就是放宽都市计划管制，然后呢，把增加出来的容积率啊，都交给财团建商去开发。我想请郑部长去了解，为什么当时我们的文化部，应该还叫文建会啦，就真的完全按照新北市啊，尤其这位副市长啊，立刻呢来开放，而且立刻跟当时做这个案子的顾问公司啊来变更契约，请顾问公司评估开放住宅财务的一个评估。文建会的那个报告我曾经拿到啊，那上面就直接打着为什么要变更呢？以供新北市政府办理都市计划变更作业。通常啊做这样的变更啊，要有非常谨慎的一个考量啊，因为这样看起来啊，这已经不是一个文化园区的 BOT 案了，更像是一个商业开发案。它的位置呢，在新版特区的精华地段，光地价估算就几百亿啊。那当地已经是啊，新版特区呢，已经是新北市啊、板桥市啊，豪宅集中区，更是大百货公司啊。大圆百啦，什么中山圆百啦、力宝百货啦、成品生活馆等等啊，我不晓得新北市板桥市啦哈，还有缺这样子的豪宅，还有少百货公司吗？更重点是，郑部长在看守政府的期间，照理讲不应该有任何的重大政策的觉醒。你的前任啊，我不晓得文化部谁决定的啊，在你还没有到任之前就把这个案子啊签订了，就交给新北市政府去主导。我听说呢，新北市政府啊出了很大的力量，朱立伦市长啊一直想要拿这个案子。那为什么我们文化部啊在你郑部长还没有到任之前
是谁？照理讲，在看守的内阁已经在国会的要求，不可以，也不应当有重大政策了。在那个阶段呢、就把它决心掉。我想请郑部长，你对这个案子你了解吗？这个在交接的时候，他应该就是一个核定的计划了哈。那是不是委员让我来回来了解这个核定的过程，还有整个计划的历程，来做进一步的这个了解？那这个案子就是不愿意让你来决定了、这个案子呢，就不愿意让等新政府来，就急着啊，在新的文化部长在郑部长到任之前，就把这个案子给丢给签给了新北市政府。其实当时我们也要求他不能做决定哦，当时有说这个案子你应该暂缓，你应该再重新的衡量评估。那请部长啊，应该去了解这整个的程序，同时啊，这个案子我们认为不应该进行，这根本不，这个再开发下去了，整个地方会爆掉了，也没有交通影响评估，而且对整个地方的产业发展，根本就是用商业开发、财团的开发啊，包着所谓的文化剧场的这样的一个外形。实际上啊，我们对于整个开发案，80%几的土地啊，都留给豪宅，留给未来的住宅，留给商用啊，未来的商场开发。请部长，在这个案子，我觉得很多人会关注，同时引起新北市政府的议会，还有地方啊议论纷纷。请部长再做这个案子进一步了解。好，我会来进一步了解啊。那么先前也在新闻上看到，它的商业设施有将近70%哈。那我想我会最近我会来整个来进行了解，也来了解社会各界的意见。就这个案子原来最早啦，最早提出 BOT 啦，它其实原始的案子大概开发规模只有5亿啊，就到现在呢，超过100亿啊。因为跟着板桥啊越来越热闹，新板特区呢的土地越来越贵，所以他就把整个这个案子啦规模给变大了，野心增加了，但是很可惜啦，已经离开了原来啊文化剧场开发的初衷了。不要忘记我再提醒郑部长，这是一个曾经被监察院纠正的案子，那纠正的理由就是现在这个形式，就是你的开发，你的土地拨用根本就不符合原来的本意。如果现在这样继续走下去，如果很可能啊会再次啊重蹈覆辙。请郑部长再多加了解。99到100的确监察院有纠正，那社会各界也有一些疑虑，在这个当下我想我会尽速的来了解整个案子的历程，整个计划的历程，然后来听社会各界的意见，好，再来进行评估。 好，我们谢谢林委员的提醒。谢谢主席，谢谢。谢谢。我们接着请吕玉林委员，吕玉林委员，吕玉林委员不在，我们请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报告委员会，登记质询之在场委员均已质询完毕，林静怡委员、江启程委员之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关于今天议程做如下决定：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二、本案报告及询答结束。我们现在处理临时提案，不过现场委员不够，不够，所以下次再来喽。哦，高露委员，还少一位。好，报告委员会今天议程处理完毕，现在休息。谢谢各位，谢谢郑委员，还有文化部所有同仁，谢谢，谢谢。